你记得铺头啊，探长，你记住准时到啊，如果唔系，夺你狗命啊！乱定闹数，笑先得噶。哇！喂喂，金蛇先，最中意理工文啊，真系。喂，点啊？好耐冇拉筋，好耐冇见啊，大佬。好耐冇呢个组合咯。点啊你？点啊你？喂喂，我嚟紧只脚啊！你嚟紧只脚可以摆上个头啊？系啊，答咗听众问题先，开麦之前点解要拉筋？系咪准备出战呢个世界杯咁啊？世界杯梗唔系啦，世界杯系碎料啦。梗系要去立法会即系掟铁马，同埋我哋都强敌啊嘛。我哋强敌就系黄师傅。系啦，冇错。就是一開波咧，我哋聽到黃師傅齋吹咧都咁行咧，係咯，我哋即刻好自殘，真係高低立見啊！係啦，跟住我就想上呢個黃師傅嘅一家之言咧，呢個新嘅 Facebook 啦，呢個節目一睇，黃師傅成千人，係，跟住我就翻去呢個我哋自己撈鬆嘅 Facebook 一睇。哇！而家實際上數字係幾多啊？實際上真係自卑啊！真係慘不忍睹啊！係啊，簡直係真係想唔撈啊！係啦，咁咧，所以我哋就決定咧，就如果到節目結束之前，我哋都冇辦法。超越呢個黃師傅咧，哇！超越黃師傅啲話仲要，當然啦，人嘅志向要高啲啊嘛。咁啊，可能啊，喺一個鐘頭內要去到千幾人，我冇辦法噶啦。我話一千就夠咯，志向要高啲。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哋就再考慮下究竟開唔開麥，掛靴，即係你諗掛麥，即係呢個徐少強。俾人雪藏之後，拍呢個天蠶變，天蠶變一變變完之後破解出嚟，變咗丁子俊啊嘛，冠冠中啊，就變咗過冠中咁。我哋俾人雪藏咁話硬曬，拉完筋出嚟之後，如果咁樣，你就耐啲嘅，集咗咁耐，咁樣出擊都唔夠師傅，不過唔係喎，師傅集咗一年嘅，係啊，係咯，師傅谷咗好耐㗎，嗰啲咩炮叫做嗰啲咧，嗰啲速射炮，係啊，嗰啲好行啊，谷得，我哋谷得冇咁行嘅，尤其是你好似。系咯，你冇耐啫嘛。節目都冇耐，我哋啊，我最耐咯，谷得倉都飆埋。咁咧就我哋就先講下我哋有個新嘅 promo 嘅。係。咁咧奪命撈鬆，我哋嘅節目叫做咁咧新 promo 就應該大家啱出咗啦，頭先喺 YouTube 睇到噶啦。係啦。咁呢段片咧就笑到爆啦，當然大家。咁啊，多謝阿探長呢個。係，冇話係。上一條我已經覺得好好笑嘅，上一條我未睇。但上一條仲好笑咯，我自己覺得即係。第一條少咗一個元素咧，係啲人聽推歌又好、鬧鐘又好嘅元素。但係第二條咧就出曬。咁犀利！咁你真係要聽翻啦，真係。要。係咯，咁我哋呢個節目咧，即係個風格同以前的確有啲改變嘅。係。因為以前要播歌噶嘛。係。而家就真係棘手啊，播歌嗰方面。我哋研究下啦，遲啲都想播歌。都搞掂㗎。唔知啊，即係可能有扎歌咧話去俾播嘅 YouTube 方面，但係嗰全部都係搭 lift 歌啊。或者即係好 generic 好大腦嘅嘢先準播，咁但我哋推歌嘅原意就並唔係話人哋俾播咩歌或者規定我播咩歌嘛，咁變咗即係再要研究嘅。不如咁啦，我建議你橫掂，而家世界盃不如改做盧漢推波啦。係咁啊，我可以唞得㗎啦，唔緊要，你繼續推。好啦，我兩個推咪得。係啦，我專係負責讀翻呢啲留言就啱喎，即係大家分工好清楚。係嘛，咁咪唔使咩咯，唔使播歌咯，播波得啦。係，咁我推第啲咯 ，Julia 嗰啲咯。喂，但係我覺得我都係即係要講翻今日呢個特別節目嘅意義咧，最緊要咧就係幫呢個即係620同埋622吹雞，因為呢個真係好嚴重。冇錯，因為咧上個禮拜咧，即係其實只係短短一個禮拜咧，就發生啲嘢咧係密集到咧係癲咗，即係我哋喺我哋自己嗰個 Facebook 嗰度都已經 post 咗啦，有長毛入獄啊，黃楊達俾人拉都係一件事嚟嘅，仲有阿周樂行啊、金英嗰班上上去警車俾人揼啦，係啦，吐口水啊，冇錯，吐口水啦，噴個頭啊咁樣嗰啲咧，哇，好過分，完全冇尊嚴。係啊，咁跟住即係之前又有白皮書啦，一個禮拜你係連續密。集式咁樣咧，幾樣大嘢係咁樣逼埋嚟咧，即係你話呢樣嘢係同呢個佔中啊、622無關啊，我就死都唔信啦。即係長毛咁樣，而家拉咗入去咧，佢又冇人拉唔到布啦，係啦。新界東北嗰度嗰啲佢提出嘅修訂咧，吳亮星又唔處理啦，係啊，咁啊變咗就可以即係完全你話唔係針對性搞咁多嘢咧，我真係打死都唔信。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喺呢度即係真係節目吹雞。Adrian， 你當日星期五咧你就 WhatsApp 話你自己落咗去呢個，即係立法會啊。咁你一路留到幾多點啊？我留到十一點到啫。即係你冇最後尾冇，我冇俾人抬，冇，因為咧面孔向下咁抬，冇，
因為咧事源係咁樣嘅，其實即係衝所謂衝擊啦，其實我好憎呢個 term 嘅，即係衝咩擊？衝咩擊佢咯？示威就示威，抗議就抗議。同埋就算係衝擊咧，大佬即係你見到主流媒體其實咧係完全唔會報點解佢哋會衝嘅。嗯。而即係衝擊嗰個時間就係正正就係佢開會就嚟開完啦，嗱佢九點就開完啦 ，suppose 咁同埋佢九點咧就準備即係之前咧。就去表決嗰個撥款申請㗎，諗住直情係我唔處唔兩聲，直情唔處理嗰啲議員嘅修訂，嗯、用各種嘅方法規程嘅限制唔處理嗰啲修訂，講到明咧我就要表決㗎啦，表決呢、這個即係、就是、yes or no 呢一個即係撥款申請。咁、嗯、我哋在場啲人咧其實係好興，之前已經積累咗好多嘅怨氣，咁就去到八點九嘅時候，佢開始一講就話而家要表決啦咁樣，啲人咧有部分人咧就開始真係忍唔住衝埋去、嗯。老實講，我自己心裏我都好想衝入去。嗯但係即係咁見到有班人衝入去，咁其實當時個環境咧都相當危險嘅，因為其實你見到咧，即係從來亦都冇人講咧，話嗰啲即係衝埋去個玻璃門嗰啲嘅示威者咧，其實冇人諗佢哋嘅危險嘅喎，其實係好危險嘅大佬，爆玻璃嗰，其實係好危險，我真係好鬼驚會撞爛啲玻璃門嘅喎、嗯。你睇翻啲新聞片，佢哋咁伸隻手咁樣去搲住道門咧，喂，結爆手指，唔係指甲隨時都攣出嚟好大鑊，嗰個小事添啊，隨時。但係即係你一定係喂手指夾爆，完全冇人講呢啲嘢嘅，淨係講佢哋衝擊，衝咩擊啫？喂，呢啲啊真係官逼民反。係喂，同埋你目測咧，究竟警察同埋嗰市民嘅比例有幾多？去到我嘅時候咧，差唔多去到一比一啦。到我走嘅時候咧，隨時係一點五比一。我一比一，即係一點五嘅差人。係啊，其實唔係好多人嘅啫，當日即係幾百人，兩三百人到啦，留守應該係。係啦，喺最高峰嗰陣時候有冇一千人？有嘅，有嘅、嗯，即係七八點嗰陣。係啦，係啦，都有嘅。咁但係到我即係話其實點解我會走咧？因為嗰陣時就係話其實衝擊就完咗嘅，所謂衝擊就完咗嘅。係、嗯。咁所以咧，而大會就宣布咧話，我哋咧有一啲嘅人咧就會喺度留守。嗯、即係你唔撤回呢個方案，唔撤回呢個撥款申請咧，我哋就唔走。所謂不撤回，不退場。嗯、OK， 咁於是成班人咧就即係大家即係大會亦都有呼籲嘅。如果大家即係想咁樣做咧，就大家手翹手坐低。嗯、而呢個行動咧係有結果嘅，係停拉噶啦，準備停拉，準備停拉，張秀賢啊。系啦，大港大啲學生會嗰啲會長啊，全部都有成員就話啱啱我俾人拉啦。係啦，張秀賢嗰啲直情好似即係決別書咁咧，係啊，即係話啱啱我對你唔住，係啊，嗰啲咁係預咗被拉啦，但係即係咁，但係亦都大會亦都講咗，如果大家冇準備。被拉嘅冇做好呢啲準備咧，可以走先，亦、都即係你自己決定，你自己承唔承擔到嗰個風險咁、樣。咁我即係諗咗好耐啦，亦都即係其實鬥爭咗好耐，咁最尾我都係決定走咗。咁但係而喺嗰陣時咧，其實之前咧即係衝緊嘅時候咧，你係開始見到咧側邊係有防暴警察。有、哇幾恐怖！你知唔知當日啊？其實好多機動部隊喺港島區機動部隊，差唔多全部都召集。是啊，我看到網上的留言，甚至乎在長洲啊，都調啲 PDU 過去搭直升機過去嘛，即係多人到咧，直情喺我身邊啊、嗯！當時嗰個環境咧就恐怖到點樣咧？有啲你見唔到嘅喺政府總部。係啊係啊，但係我喺嗰、那個即係出邊門口嗰個位置，一堆人咁樣咧。而當時咧，唔知點解個立法會個警鐘係響緊嘅，即係嗰個環境有曬音效，有曬生 effect， 即係好似打到嚟咁樣，係啦、啊，一路擸住。嗯。咁跟住咧，依度有一班人喺度衝，即係好多嘢唔同發生緊。跟住咧，我側邊就有一大堆。一排嘅防暴警察就開始衝入去，嗯、跟住咧，亦都開始有一啲人咧中咗胡椒噴霧咧，走翻出嚟咧，去翻嗰個牆中間嗰度、嗯，就要接受治理，係啦，接受治理，嗯、即係同時間係發生緊好多嘢，咁跟住當然仲有我呢一啲喺出邊外圍喺度即係觀察環境，同埋影相去即係報導翻個環境咁樣啦，咁、所以當日係即係好多嘢發生緊，咁但係你話係暴力咧，我覺得絕對係。即首先先講個數量先啦，喺嗰堆人裏面、暴力嘅所謂啊，暴力嘅人咧，可能講緊只係我都唔知道有冇10%。嗯，再加上就算佢哋嗰10%真係暴力咧，真係逼出嚟嘅。嗯，喂，你要表決啊嘛，係啊，係嘛，你要人哋一分鐘只可以係啊，提一分鐘，一分鐘都唔得，所以一分鐘，即係跟住就我估唔兩聲，根本就已經應承咗政府，肯定啦，當晚表決，因為夜長夢多嘛，係啊，咁所以咧就嗱，臨最後尾咧見到出邊咧開始越嚟越聚集多人，其實就似當年高鐵撥款一樣，其實當年高鐵撥款嘅聲勢啊大過大過大過。大過
喂，但係當日因為真係有得拉布，同埋嗰陣時好少有拉布啊嘛。咁同埋拉布嘅場合同出邊有一路喺度睇住 K 寶，一路出邊有互動。雖然嗰度咧都應該有。見到你出邊咁樣，你個出邊一定衝。係啊，冇錯。即係我覺得呢，即係佢個答法，我有睇翻，即係之後翻到屋企又睇翻 K 寶，哇吳亮星佢直頭係我費事同你講嘅種態度。係啊。喂，但係後來搞到最問嘅時候，我可惜咧就係當時我唔係現場喺度睇，因為嗰日咧我即係上次我都講過上次個節目咧。即係好可惜就係咧，當日咧，即係我連你嘅 status 都睇唔到，因為太忙。係係。咁變咗咧，我去到金鐘，去交咗中環翻屋企嘅時候，都唔知道呢件事。我即係都唔知道咁多人。係。後來翻到屋企，因為我上個禮拜陳海樂翻嚟咧，因為好多嘢都唔知道，同埋習慣都跟唔到，上咩網上唔到。咁事實上呢個禮拜少留意呢啲，同埋咧呢度開台又亦都好多嘢要搞咁樣，變咗咧即係我翻到屋企，哇！覺得直頭有少少六四 feel 添啊。係。即係當時睇嗰啲片咧。咁點知我上落去嘅時候已經完咗啦。即係咧係嗰個情況係即係吳亮星，我哋喺在場啦睇之前就係吳亮星之前你講嘅一分鐘嗰樣嘢係好離譜到點樣？其實係阿陳偉業提出咗 N 條修訂，但係咧佢亦都即係喺個熒幕係影咗出嚟嘅嗰條修訂咧，其實係好長。你神你興嘅，你見你要讀嗰個修訂，你要讀嗰個文即係修訂個文字咧，都要超過一分鐘嘅隨時。佢竟然係點樣呢？你未讀完啊，佢就已經一分鐘到，而家表決。喂，我都未讀完，夾硬嚟，未讀完，亦都冇討論嘅機會。咁嗱，你應承就表決，應承肯定，但其實議會裡面咧，佢係冇權咁樣做噶嘛。佢議員係代議士，佢一定要。但最簡單嚟講，你一提出程序動議咧，或者你不信任主席咧，建制派佔多數，係啊，一舉手就輸。第二咩咧？好多泛民冇到啊，民主黨嗰啲咧。根本上佢對東北發展呢件事咧，我覺得同當年高鐵一樣，根本個心裏邊就贊成嘅，因為佢哋嗰種發展觀念咧，仲係八十年代發展時硬道理，我哋起樓啊嗰啲咁嘅嘢，咁又可以創造建造業幾多個職位啊，即係呢套咁嘅論述咧，佢哋係 buy 嘅，所以就唔多啦。係啦，咁多年，你諗下，其實呢個係菜園村嘅延續，包括啊之後啊。嗰啲咩政府消息人士話咩六大激進政團體衝擊，我睇完之後笑到爆嘴。嗰班友，你諗下朱海迪入咗去土地正義聯盟，陳劍青嗰班友入咗去東北扎根幾多年？你陳茂波仲喺立法會啊，喺度做緊呢個建制派喺度保皇黨嘅年代，未做官嘅年代啊。朱海迪地已經入咗去東北做嘢，冇錯，係啊。係嘛？你而家仲煞有介事，以為發現一個大陰謀，係嘛？別有用心。哦，原來東北嗰啲咧就唔係東北居民嚟嘅。係啦，唔係呢啲，同埋佢哋係預演緊佔中。呢啲咧，呢啲唔係其實咧，而家咧就觸門對觸門叫做，即係佢咧就代表住一班盲毛寫一啲佢完全唔知嘅嘢，但係有一班盲毛接收就哇大條道理喎咁樣噶嘛，係啊，係啊，即係所以咧你知道咁多咧，你分析到，你知道佢哋喺度老吹咧，都係冇意思嘅，因為佢哋就係對翻嗰啲人啫嘛。即係就算我都唔知啊，朱海迪幾多年，我知好耐，我知高鐵已經成日都喺前線啊，保護天星碼頭全部都喺度嘅。喂，所以我哋咪就係即係要有呢啲機會，即係趁呢啲機會、呢啲平台，咪要同人講咯。我就係最可惜就當然係好多盲毛咁，但係我哋用我哋嘅方式最可惜就希望我哋啲盲毛都會聽下。我哋 like 都係得幾百咋，慢慢嚟啊！我哋唔好心急，我坦白講，我哋可能做埋今集之後就係我哋應該騎劫我哋吹完雞之後得，到而家430算啦，我哋唔好咁拘，唔係我哋唔好咁拘嚟。數字要買，唔好咁拘泥啲數字。買都係好意思嘅，梗係唔會得講下笑嘅。話俾你聽，就算我哋，你記唔記得我哋撈鬆一開波，我哋又係好少嘅。人哋嗰啲紅磡商未開已經成萬嘅啦，未開節目都千幾咁樣。係啊，未開節目都唔係啊，幾千嘅啦已經。咁我哋當時已經話呢個豪言壯語就我哋啊，即係從你唔 care 你唔 care 呢啲頭先就只不過係即係刺激下啲即係中嘅啫，係咯，有 unlike 最好就。但我睇完啦，陳茂波嘅回應同埋呢個政府消息人士，我估都係呢個咩啦，馮偉光啦，又放埋啲咁嘅嘢啦。但係匿名嗰下先偉大個大佬啊！即係等於講，即係等於話啊，見到我哋呢個上台咧，對面咧就係呢個美國咩格加斯咁樣，仲唔係勾結美國勢力？係不遲不早，點解開喺呢個咩格加斯對面咧？咁樣哇！大叫聯邦仲大喎，叫做聯邦第二，唔通想搞聯邦政府？係啦，跟住嗰條 cable 原來係幫襯呢個澳洲收購咗嘅呢個 PCCW 嘅呢個寬頻公司咁樣，大鑊啦！呢支 stand 係大陸做嘅，偷工。點解人哋火箭燈都係？點解人哋知咩書啊？墨西哥做呢個 stand 要大陸做咧？喂，咁呢個又蘋果電腦又係死啦，美國啦，唔係咯？但係佢個思維你諗下。
嗱，如果你問我香港人今時今日，如果係八十後、九十後，仲信呢啲咩八大激進青年別有用心去預演佔中預演嘅話咧？你好會死啦，真係。唔係佢死，我都費事搏你。唔係，其實佢喺呢個精神上已經死咗啦，嗰啲人。嗰啲就殭屍嚟。係啦，冇錯，佢肉體仲喺度喐緊啫。咪咯，咪參加嗰啲即係喪屍啊！建聯區議員嗰啲人。係啊。哦，廿幾歲就要跟團翻深圳。咪就係咯。即係為咗幾萬蚊咁樣。咪咯，食荔枝食到你肚屙啊！真係。喂，所以咧就係話嗱，之後你見到陳茂波出嚟講話，哇，一定唔會撤回呢個東北發展計劃。跟住哇，林鄭又出嚟喺度譴責呢個係嚴重嘅暴力行為，一定要譴責。跟住哇，逐個逐個出嚟，黎棟國、跟住又有一哥、梁振英，喂，成堆人，成班政府官員全係咧，完全其實仲爭一步，就係接見呢個當日進步嘅部隊指揮官。嗱，如果跟翻廿年前嗰個情況咧，就應該最後尾咧，小平同志咧就要出嚟接見呢個二十五軍啊，咩三廿九軍，咁仲要為嗰啲受傷嘅保安人員默哀喎，仲要去醫院探一探嗰啲防暴警察咧，即係嗰啲手指甲損咗啊，或者係嗰條頭髮誒俾人誒即係。摩擦期間掉咗一忽啊，或者磨咗少少啊嗰啲，或者失誒磨咗啲皮啊嗰啲，又或者係中途琴晚睇完波，第日猝死嗰、那個咁樣。喂，其實咧呢啲即係呢啲最初一隻紀念嘅標啊，即係有㗎有㗎，進步唔係嗰啲咩啊？平亂係啊係啊係啊，叫做咩話？東北嗰日係六月幾多號啊？六東北都有，唔係唔係六月十三，六一三進步紀念標，我講六四喎，六一三都有，六一三都要出呢度，呢度啊香港出啊，呢度版本，你做啲 A 貨好平啊，廿蚊然後炒到二百蚊只咁啊，係啦，冇錯，即係仲口威威咁樣順攞賣咁嗰啲，係喎，六一三平亂喎，係啊，所以我就話你到而家今日，我話俾你聽好簡單，冇一個政府官員出嚟係有正面回應，呢個。東北社運的訴求，那個根本就不是村民賠償的問題。你想想朱凱迪在獨立媒體都說過，其實東北發展和香港民主的關係，其實個觀念就很簡單，沒有經濟上的自主就沒有政治上的自治，即是這個如果你是馬克思主義者就很清楚了，下層建築就決定這個上層建築，如果你電、水、糧食，所有你自給自足的英國佬年代建立的城鄉共治的環境呢，都消失的話呢，全面城市化的話呢，那呢你就等於呢將你的自治放棄了，政治上的自治，因為你的東北其實那個不是只是純粹是什麼綠化帶，很多人以為就是啊，你那些環保人士年輕人就說環保也喜歡耕田啊等等這些東西，其實根本的 issue 的性質不是這樣，仲有人說那些是貪錢，即是說那些想收我們多的錢，哇，是不是要想去 買過這個什麼葡萄園來住啊，是是是，即是這個比較主流的說法，但是那個所謂的即耕即農作啊耕田啊那種東西，其實真的牽涉到香港自己一個命運的嘛，即其實你是因為香港的耕地越來越少，其實香港的蔬菜只是說蔬菜自給率是越來越少的，曾經香港是五成的蔬菜自給自足，是啊，現在是說 10% 不夠單位數字，現在即變成你如果大陸有什麼封鎖或者我突然間爆發，喂，原來所有的農地又有不知什麼重金屬重金屬二噁英什麼鬼核污染或者怎樣 whatever， 你是即完全沒有蔬菜的供應，即香港就死得了，所以但係點解即係而家就係、是、喂，我想要翻多少少地方嚟耕田。即係頭先有即係我先有啲講法就話、是，根本而家嗰啲耕地都好多係丟空咗，都冇用到，冇耕到田。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係好多地產商十幾年前已經落曬釘，買曬嗰啲地方，買咗一啲即係好散一忽忽，揾啲土豪嘅新嘅艇仔公司，走、去村嗰度滾啲阿婆，係阿嬸同埋咩咧？嗰啲祖堂地，即係嗰啲屬於祠堂嘅工地咧。就賣咗分錢。其實呢個市政風雲我講得好清楚啊！呢一 part， 呢一 part 就大家睇到啦，我哋唔講啦，係嘛？你睇下嗰個頭高，好似阿咩強嗰個，變曬髮嗰個，阿福源嗰個，係啦係啦，阿個冬菇頭嗰個，大家知咩料？即係你講嗰個好實際咧，關於食蔬菜啊，即係曾經我哋自給自足，同埋嗰個危機，譬如污染上面污染危機，呢個係其中一個問題。第二就係啲村民嘅自由意志嘅問題啊嘛，佢有權擁有呢個地，有權要呢個地嚟做啲乜嘢，因為耕種又好，即係而家實際一班人企。出嚟想繼續耕種啊嘛，咁即係我覺得政府而家就將少數人咧就擁埋大邊。最慘咧，嗰個環境係點樣咧？其實嗰度好多地方咧，可能係啲原居民擁有，但係嗰啲原居民咧，其實去曬英國啊，冇錯，佢出曬去，反而咧而家喺嗰個西東北做緊嘢或者用緊嗰啲地方嘅村民，可能係租嘅，從啲原居民租咁樣。
嗰啲人原居民都肯買啦，你嘈乜嘢啫？你班即係租户嚟嘅啫嘛，即係嗰啲權力就會咁樣去睇呢班人咯。咁、但係呢班人所守護緊嘅唔單止係自己嘅家園咯，而係即係成個香港本身嗰、那個即係嗰個即係鄉郊嗰一部分，同埋頭先講就話即係農作物嗰樣嘢，即係耕田嗰樣。冇經濟上嘅，但係而家唔係純粹係東北嘅問題，包括高鐵，包括呢個自由行，其實而家成個社會嘅集體氣氛係咩呢？就是要求翻香港嘅經濟有翻自己嘅自主性同埋多樣性，同埋個主體性喺香港。如果你係融合於呢個內地嘅話，呢、這個亦都係點解今日出白皮書，佢可以咁肆無忌憚去宣布，就係我俾幾多自治權你，你就有幾多咯。就係、是、正正因為你嘅經濟基礎已經融合咗、你根本冇能力去 say no 靠咗佢嘛，係咪？即係等於嗰啲姑娘仔。去滾嗰啲 MK 妹埋落火坑一樣啫嘛！喂，你食嘅係我嘅，住嘅係我嘅，你架車係我嘅，跟住你個除咗手拖拖入送手袋，係嘛咩 Hermes 嗰啲萬零蚊，搞下搞下就住嘅。求其喺元朗 Yoho Town 租埋個單位俾你，咁跟住下一步咪去錦田酒吧唔係唱咯。其實最大力熟嘅啦，呢個係你做過咧。其實咧唔係嗰新界西北嗰班匪徒咧，唔係嗰班人咧最大力咧就用毒品啊。係，因為你以上嗰啲你可以突然間唔要都得嘅，但係你有毒品都好難。你揾開洗開食開，喂開，你班 friend 面前，你話搣甩佢咩？就算唔道理升先啊，物質都可以搞掂你。係，喂，咁啊，我唞一陣先啦，下一節繼續。唔係呢一節夠啦。未嘅係嘛？未嘅。未嘅咩？我見到圈仔手。你咁喺度。未嘅。我亂咁睇嘅。證明我哋呢啲係山寨製造。冇錯，我哋冇揾一個。我成三分鐘喺度撩。仲有三分鐘撩㗎。頭先我先見到五個。你見鬼？唔係，五六分鐘之前見到五個喎。唔係，但係咧，我即係呢啲咁嘅，呢啲咪好咯？呢啲好監製，呢啲唔係垃圾，呢啲證明，呢啲唔垃圾，唔係即係我哋即係咁樣噶啦，呢啲咁樣即係自家製嘅，係啦，係咁噶，大家容忍下啦，咁啊，即係唔係講翻頭先嗰個問題，我就話如果英國佬年代所做嘅嘢係有原因嘅，英國管治香港咁成功咧，都得解嘅，唔係淨係靠咩香港水深廣闊，我哋嗰啲咩 EPA 嗰啲，其實佢有個自述，佢有個自述喺裏邊。而呢個自述咧，九七年之後咧，根本上咧，北京亦都唔覺得係咩一回事。而家以我為主，我可以自己搞一套，所以就將英國人嗰套咧，全部咧就停咗。我成日都話，點解成個新界佢唔開發？其中一個原因咩咧？佢要維持個邊界。因為如果你當你望過去嗰邊福田。如果將來東北同福田係融合嘅話咧，其實個邊界根本唔存在，好冇咯，冇係啊，因為都變成係一個都市帶啦嘛，已經係咁就呢個就係完成咗深港同城化。今日你話講自由行，其實嗰啲唔係遊客，嗰啲係我哋同住一城嘅鄰居，係一小時生活圈，係一小時即日來回嗰班鄰居。港深同城化已經進行當中，係唔係未來計劃嚟嘅呢個係，係按部就班地進行緊啦，已經係咁。所以你話如果今時今日，你覺得一方面你又講香港民主、香港高度自治咁緊要，跟住你嗰班泛民一到財委會，阿張超雄、阿陳偉業啊嗰啲喺度做緊拉布，繼承阿長毛嗰陣時，你班友話肯去，跟住仲要劉慧卿走出嚟話暴力，梗係要譴責啦，不知所謂啊，劉慧卿真係。難怪叫做咩啊？四方四方咯，係咯，四方果啫，係啊，奪命西咯，或者係。好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西啊，四方果係咪金小文？